韩小姐。陆先生，请问您送给太太的钻戒是您专门在法国定做的吗？陆太太，刚才开场的舞蹈是陆先生教您的吗？据说你们上学的时候是同桌是吗？陆太太，请问陆先生送您钻戒的事情您是否提前知情啊？现在是什么感受呢？陆太太，你小说里的男主角原型是不是陆先生呢？请问你们是什么时候秘密举办婚礼的？是出于什么原因啊？陆太太，能否透露一些您和陆先生练舞的细节？锦安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许走。哎呀，你抱那么紧干嘛？哎，今晚你们去我那里睡吧。好啊。坐过去一点。哎，你不要动，你只要让我抱着就好了。哎，伯言，你慢点。妈。哎，锦安他会照顾我的。啊，我可以的，妈，你放心吧。哎，好好好，慢点啊。这孩子和他爹那会儿一样。